世界是圆的，那个礼拜劝我们大家嘛，是不是？努力实修，积极推广，是不是？上礼拜也推广超级声码给你的亲朋好友举手。哟，不错哦，真的吗？好，想想看，真的，嗯，真的必须这样子啊。哦，有些东西你不做谁做嘛？你告诉我，你不做还有谁做？没人了、啊，现在只能这么回事了。现在已经是现实报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是现实报的时候。什么现实报？几代了。几代前的错误，现在已经在报了，真的。二十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听过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师姐讲，哇，这样下去，这以后，哎呀，这些少男少女怎么办哦？20年后的今天，你已经看到这个社会结构里面男女之乱，在20年前的当时的人已经在担心了，对不对？但是20年前的20年前，呵呵，已经在乱了，是不是？只是不同层次的乱，主要现在已经很乱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是叫做见怪不怪。现在的年轻人颓废的多，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某一个国家哦，是全世界的年轻人好像都很奇怪哦，都比较颓废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逸恶劳的多，然后都是奇奇怪怪的理论的多，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差别下去，所以说是不是现实报？是已经在现实报了，只是。严重程度大家还有期待、啊、然后这些人再为人父母的下一代就是我讲后面就叫做惨不忍睹了，但这下一代已经在诞生中了，10年20年后就大家真的是超级现实报，可怕，当然可怕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能竭尽所能了，赶快提倡了，对不对？诸多可能性，大家一起来，所以快点吧，是不是？快点的后面是帮着我们自己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昨天我看到一个学员的女儿，说写了封信给教育部长，说希望教育部长积极推动《弟子规》，真的，他没有说。推动超级生命嘛，我真的没有觉得不好、啊、他至少告诉世间推动弟子规吧，至少能够大家像个人吧，做人吧，